咋咋咋。我死！哎呦，苦力怕这种生物存在啊，烦死了！苦力怕真的就是一个讨厌的生物呢。他要拿东西去，烦死！现在我要怎么弄啊？算了，不弄了啦，气候都被打掉。不过上面的他炸不到。就是，苦力怕真是好讨厌。窗边藏喵，窗边超女喵，窗边超女，神秘光。哼，没事，有爆香，开花也。今天我在这里挖东西哦，因为我要挖的，我要挖那，我要挖石头，我把石几乎都在我身上，我要大量的挖石，我猜应该都在我身上。然后他们是我这三只超级仙人掌，我这三只。他那个光华云要做彗星级耶，
你看我一直在玩，稍安。好暗，我看不清楚。应该是这样。我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要一次可以上好几个东西。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任务，一直挖挖挖挖，一直到挖的卵石，然后就可以在里面都是烤大量的东西。然后这里应该会封起来，因为会这里很暗，会生怪，所以我以后应该会封起来。会应该很危险，这里很难，很容易生怪，没有做生怪牙齿不好。好多人。我是缺金啊，请你看这只狗哎，你对它发脾气，你赶快生它啊，这只也够，我觉得生那个漂流猫比较好。赶快升级那个漂流就可以了。它真的很强吗？都没在用了。它是打那个异形的，然后再升。算了，算了，我觉得升这只比较好。不用喵，你想升吗？半人啊，你知道它半人吗？半人，半人啦、啊。对。拆一下这一个熔炉房，这样子以后就可以在这里烤很多东西了。好。这一集就先拍到这里吧，等一下接着结束。第三集啦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咯，拜拜。